春天来临，万物复苏，天气回暖，蒙德的民众们早早地聚集起来，张灯结彩，举办祭典，物色着赠予风神的花朵。看来又到了蒙德一年一度的风花节啊！如果是放在平日，我对这种人类的节日是不屑一顾的，但是今天不一样。虽然还不能马上和鹰见面，但是鹰在风花节度过的美好时光都会由哥哥我在暗中好好记录下来。冷静点，空，你这样很像跟踪狂。胡说什么呢，我这是爱，记录妹妹的成长可是哥哥的义务。这不是空，你没想到小时候天天哭着找哥哥的赢，现在也自己一个人参加比赛了，真是太让人感动了。这就是妹控吗？可恶，又射偏了。妹妹苦恼的样子也好可爱。这应该是羽球节的项目，百发百中，要在规定时间内射下所有气球才能进行下一关。但是我的妹妹只会用单手剑啊，这怎么比啊？对啊，旅行者不是攻击角色，失手也是很正常的嘛。但是规定的射击次数都快用光了，如果下一次还射不中的话，旅行者，不然我们还是算了吧，这个比赛太为难你了，我们吃点东西吧，之前你练习射箭已经一天没吃饭了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按照风花节传统，第一名可是能许一个愿望，我怎么能够？旅行者，你是说？我明白了，我会为你加油的。愿望吗？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你懂什么？赢肯定是想许愿找到我。我和赢分开了那么久，他在这里那么无依无靠，肯定恨不得马上找到我。哦，我可怜的妹妹啊！哥哥马上就帮你实现愿望。喂，你可注意不要暴露。哼，我可是深渊之主，怎么可能会暴露？总之，先帮赢获得优胜，然后在他许愿时我再出现，这一定是段感人的重逢。嘿，去吧，杀手皇后。再来一次，这次我一定要。成功了。这发生了什么？旅行者什么时候又活出现在了？总之我们快去下一个项目吧。好啊，或者那就赶紧去吧。浩兹，我们马上就能拿到花球，成为第一了。小姐，这种事情不要让我再做下次了。好饿，使不上劲儿啊。所以让你先吃点东西啊。可恶，竟然是因为肚子饿了吗？所以说，差不多得了。这怎么能得了呢？他现在这状态，你是帮不了的。还是赶紧等等回去。我有办法。再不动了，果然我要被淘汰了吗？行者，其实你不用这么。这个味道是。旅
这次比赛是成哥，赢没问题吧？哼，毕竟她可是我妹妹，天籁之声好不好？你听听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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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嗯，似乎还不错。那是当然，我可是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妹妹。这次我可什么也没有准备。自信满满啊你！反正蒙德那些人，怎么可能在歌唱方面赢了我？混蛋，这些家伙用的根本不是原声啊。喂，你确定你的妹妹没事？只要我把评委全都绑走，那这样不就暴露了吗？ 你撒手，我不要看到我的妹妹就这样输掉。冷静冷静啊。妹妹，我的妹妹。只剩下最后一步了。谢谢温蒂先生对我的帮助，没有他在，我就无法完成这么完美。既然旅行者已经获得蒙德今日所有活动的冠军，那么请大声说出你的愿望吧。我的愿望，赢的愿望是想要见到他期待已久的，想要见到猎鹿人餐厅的永久免单券。走了，别丢人了，该跟我回深渊教团了。